还要出来。找那个螺丝，就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这里呢？现在可以了是吗？对啊，这个直管跟这个瓶就可以了。好好 ，OK OK。你啷个买过的水果呢，侄子？啊？你啷个买过的水果在那里啊？得？啥不？换的呀？把果子呀，一个拿不？一堂小麦的，一堂。哦。这里是一个的位置就行了。对啊。嗯。坐多宽了，多宽宽嘛。哦。这是个什么原理呢？它就是宽度的原理。坐多宽宽？这是定义。哦。两位，两个没有，这个是储物原理。储物哎呀，哦。